大家平安，平安。真感谢主，伫这个圣诞的节期，特别咱讲伫大感恩节第三主日，咱伫伫万中咧来欢喜的时阵，也真欢喜。等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啊，我头拄啊对彰化车头啊，用足紧的速度吼，行来永福教会，足欢喜。我细汉伫个彰化出世，伫个彰化大。啊，经过这个成年路的时阵，一直咧看。天空大地云吼，以前细汉的时阵，而且民生路到这成年路迄块角遐吼，有一间咧卖烤肉饭的吼，那有个记忆，啊，可能是新早吼，可能较袂贵。啊，刚刚咱食的时阵，那甚至拢做差不多吼，较唔免一千多，到百外块就到，一共到过。啊，一款新啊，一款调调，啊，真感觉真快，真快乐。迄个快乐，我带来真大一个平安，迄款是平安。所以当咱咧讲大感恩节，迄款的快乐。迄、那个快乐是要咱穿的平安，啊！特别我袂进入今仔日啊，所要讲到这个主题进程，我嘛要互大家来看，伫这个教会公堂一期的头版，有一个患难中的一个快乐，迄款的一个平安，这是玉山新学院的院长啊，布新达利牧师，伊甲因的学生伫这个因有一个礼拜叫做苏杭州，做伙爱伫个山顶伫遐咧拔草吼，咧砍草的时阵。伊煞叫吴卡辉家教着，啊教着时阵，伊讲一句话，伊讲感谢主，好佳哉是我去互蛇教着，毋是我的学生去互蛇教着。但是姊妹，这就是讲患难中忧患享受迄款平安，这才是真正一个欢喜快乐。咱就是要用这款的心情来等待咱的主耶稣再临，来到咱的中间，才咱做伙来祈祷。所以，我的心中充满着忧伤。在这个无安定、无安静的一个世代，总是阮感受着毋茫的头前，阮就来欢喜。在无安中，阮相信要看见着真光，要有大光，甲阮三脚之地，帮助阮行伫这个人生健康的道路。主，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我代表台湾教会牧师，啊，阁是要来，要咱大家说多些，啊，感谢咱过去永福教会一直对于这个问题事工的一个关心，为阮代祷，啊，为阮来奉献。那今仔日咱所看这段圣经节真短，总是呢，这是要甲咱讲一个真要紧的一个道理，是咧讲，讲每年2017年叫做宗教改革500年，宗教改革500年意思是啥？拢人拢无完全，总是迄个真的光伫遐。无论世代安怎变，咱拢来望着迄个真的一个光来看去的时阵，要开咱的心胸，互咱的一个生命哪来哪丰富，啊，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所在。所以对咱的生命来讲，咱来想想吼，爱对咱家己调整，爱活伫款的改革中间，啊，这个是咱咧讲一个宗教改革真大一个意义。所以咧，宗教改革500年。这个真大一个意义嘛，改变人类历史的时阵，我首先要请大家咱做来看，啊，这是犹太人因咧做结婚式。这犹太人做结婚式，咱看见就讲伫圣经特别伫马太福音书25章的所在，有咧记载就讲，当啊婚姻的一个婚有一个婚姻要来举行的时阵，啊有10个宰牲女，5个牛郎，啊5个祭献。啊，这代表讲吼，人爱伫咱的信仰中爱做备班，伫迄个准备中间，其实另外的准备就是对咱信仰常常要做出来改革调整。但是咱有去想到一个问题，是安怎吼？咱系拢伫遐爱准备一个油灯啊？啊，咱台湾娶某结婚，毋是拢嫁娶拢透早时啊，放炮啊，放到乒乒乓乓，啊，哪有人安尼吼，偷偷摄摄，暗时才咧结婚呢？那安尼时阵，咱来看到一个新学上一个意义。犹太人的一天，因是对暗时来开始的。哎呀，弟兄们，你可能听着就讲，那我们每一个人一天就是对日头起来时阵开始啊。哎，牧师，你来讲，这个犹太人的一天是对暗时才开始的。咱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时阵，会当看出着一款的道理。创世纪第一章伊安怎来讲？伊讲吼，原起头上帝要创造天甲地的时阵，一开始是安怎？是黑暗的，是黑暗的。总是上帝先运动伫这水面，然后上帝讲就有光，
照光。所以呢，一开始是对黑暗中才出现着迄款的光，迄款一个创造。那呢，咱就去了解哦，当时啊，那犹太人结婚是伫暗时，讲一日的开始，一日的开始来做一个要紧的一个代志。所以咱嘛当看当年马太福音书内面，就去记载了讲啊，有五个有知识，五个吼，较古老，唔知讲爱为着家己来准备这个油灯。咱就袂记讲，啊，你着娶某结婚，着莫暗时着好啊，不是，这是一个信仰上一个秘诀。世间的一个开始，就是黑暗中，上帝的话大有关联。伊讲要有光，就有光，来开始这款的一个创造。那是安尼，咱当来看去，这是一个圣经节。讲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啊，煞只啊，今仔日我要来讲讲，我的地方叫做吼，一个改革吼，无煞无休，啊，是微光也未花去。这个意思是啥？讲人吼，咧认捌上帝，拢真无完全。因为人会认捌上帝无完全，所以咱常常吼爱透过着咱家己的一个啊对上帝耶稣领受一个启示。另外第二方面嘞，需要有文字的一个记载，才会先知信仰的前辈当因用因的经验咧做见证的时阵，将这个嘞一字一句写伫圣经顶面，要成做咱的一个准则。用这个常常来接受着圣经的道理的时阵，咱会当对这个上帝吼。哪来感受？是讲伊真伟大，未甲伊束缚一条嘞。啊，我举一个来讲，咱伫旧约时阵，真侪人出来看就是约拿，哦，约拿去互大鱼甲伊啊吞落腹肚内底吼。啊，这约拿其实咧甲咱讲就是讲，爱向伟大上帝来开放咱心灵，因为约拿吼，伊无法度接受，无法度接受讲连这个尼尼微人嘛是上帝所喜欢、所欢喜的。伊甲咱前面讲吼，即吼上帝是阮犹太人个尔，哎，伊迄阵个认捌是到伫遮，所以咱来看一种啊，2017年，当全世界基督徒咧纪念着即款宗教个五百年个时阵，互咱上大一个启示是啥？咱来进步，咱来用迄个光来看个时阵，才当看见着讲上帝当时也是安尼伟大。啊，首先我予大家来看一个人，即、这个人呢叫做John Wycliffe。约翰威克里夫，有一段时间我真认真研究教会吼，啊真来做这个边境道运动，啊咱拢会讲，伫遐做查经运动。即种威克里夫，伊比马丁路德早150年前出世。伊所强调是啥物呢？伊所强调是讲吼，人爱当家己吼，用家己的母语看圣经啦。每一个人拢会当用伊的母语来看圣经。所以伊将这个日边语的这圣经，甲翻译做英文本。啊，这咱看个就足平常嘛吼。啊，就将一个啊版本来翻译成另外一个版本尔。伫伊个时代吼，袂得哩啦。啊，感觉真奇怪，哎，哪会这个遮简单代志，哪会遐袂得哩？啊，我讲一个故事吼。1947年的时阵，迄个时阵有一个啊，这个派人是飞行员吼，伊塞飞机。啊！伊就定在咧想，奇怪，这飞机吼都有法度比这个声音速度较紧的，即我定在咧开飞机的一个经验。那伊迄个时阵，兄弟姊妹，1947年哦，伫迄个时阵，全部的科学观念是啥？讲袂使，如果若飞机的速度比声较紧吼，啊，绝对吼人机坠毁会爆炸。啊，你正听着感觉真吃亏吼，但是迄个时阵的人是安尼想法。啊，有另外一派学者讲，唔对，这吼、哦，若飞机的速度比声音较紧吼，安尼全部人会返老还童，进到另外一个空间，袂像像讲吼，迄小叮当吼，哆啦 A 梦同款吼，到另外一个时间去。啊，某人安尼讲诶，讲吼，反正种种理由就是讲，袂使飞机袂使比声音较紧。但是这个开飞机的这个吼，这个叫做叶子，吼，甲这个视频同款叫叶子，伊咧开飞。他有迄个道理，啊！伊阵吼，煞咧开，哎，煞一不小心吼，伊飞机的速度煞比声音较紧啊，超过一马赫。当伊飞机的速度超过这一马赫的时阵，伊去后壁看，哎，每一个人坐甲真好势啊，伫遐吼安稳来享受因的这个食物，啊，就安尼改变历史啦。所以当伫这个将威克里夫迄个时阵，天主教就跟咱讲，袂使家己看圣经啦。即看圣经哦，是阮遮吼做神职人员的一个诶管理啦，袂使。但是讲吼，唔对，
每一个人拢会当家己来看圣经。你看卖，人就是安尼，对遐愈完全，哪来哪崇拜，哪来哪做，吼、哦，迄是关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意义。啊，咱做一个人来看，啊，当这个威克里夫后来吼，出去博士住伫这个牛津大学啦吼，啊，这是英国牛津大学吼，这个所在，这是讲一个圣经翻译做无同款版本的一个发源地吼。啊，煞只，啊，咱看到讲威克里夫迄阵，伊认为上合理是啥？讲吼，这个教宗教皇啦吼，财产遐尼多，搁各所在咧共扣税。家己食甲规律论吼，啊拢无管别人的死活。啊，你要来当做宗教领袖，唔对，伊认为讲圣经才是信仰生活的一个准则吼。啊，所以咱来看了伊来做一本册来讲，就讲这人会当透过着圣经的真理来认捌着上帝之意，无需要讲教宗还是教会吼插手这个其中的吼。这我来看起，啊，伊真来翻译这个英文版的一个圣经。我再来看一点吼，文字的力量真大。我咧咪讲到一个叫做马克牧师，伊开始将这个啊翻译白话字吼，将用圣经一个原文版本来翻译做白话字，互咱台湾人嘛开始当透过咱家己的母语来看圣经。所以文字的力量是非常大，文字的力量会当来改变着咱的一个生活，改变着咱世界，改变咱的事，互咱明白哪来哪做，哪清楚。啊，煞接这个人吼，大家就对佫较熟悉，这叫做吼马丁路德吼，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伊上要紧的是观念叫做因信称义。啥物是因信称义呢？用一个较简单的一个解说方式吼，即我定来，我若我牧师若无甲我出来时阵吼，我拢讲一个故事来消遣一下。伊少年时阵去考驾照，啊考驾照吼，上坡起步，那倒退路就扣十分，啊若佫熄火吼，还佫扣十分。啊，就不及格哦，对吼，下次再来啊。伊咧考驾照伊一阵吼，那谁那那会叫真正到遐上上坡起步，哎、欸，啊，倒退路啦吼，啊，倒退路啊，佫熄火。伊讲迄阵吼，打头真在，插插伊继续一直开开开吼，那开那欢喜。啊，开到结束时阵，转甲伊个即主考官来讲，吼、哦，终于考完了。主考官嘛，甲看一下，讲就讲吼，算你及格。算你及格，什么意思？你这原本无及格啊啦，但是吼、哦，出伫个主考官一个怜悯吼，算你及格。因信称义，什么意思？你明仔载，咱大家拢无及格，上帝明仔载拢是拍车仔的啦。但是今仔日是要算咱及格，因信称义，因为主耶稣基督，因为咱今仔日所看一段圣经章，讲要有迄个光，真正的光来向来显示予咱。啊，虽然伫约翰福音书第一章一开始嘛讲着讲吼。迄黑暗吼，对光的白天啊，唔愿意来改变啊。啊，总是咱看到迄真的光伫遐，已经收束予咱。所以马丁路德伊将真强调来讲吼，即、這个因信称义。啊，即、這个因信称义当然就是保罗信仰内面吼，来看见着大光来人的一个改变。啊，当然即个马丁路德伊嘛是对罗马的教廷真失望吼。啊，但是咱看到讲。伊真认真吼，查考这个圣经，所以文字圣经其实是对咱来讲是上大一个帮助。啊，咱千万吼唔通甲咱相信款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权威，上帝已经将这个官兵看圣经，会当家己真捌伊的这个官兵收束予咱，啊，咱唔通来放弃掉。啊，这是一个德国魏登堡吼，就是马丁路德底下来变成一个95条论纲，啊，正做咱来讲纪念吼宗教改革一个开始。对这开始算，啊，马丁路德伊个一个思想，咱通看到罗马人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这个是伊上中心一个思想。迄、那个光是真正光，来到世间啊，要照咱全人类。啊，伫这个95条内面吼，啊，因为今仔日时间的关系，我只有爱来简单简单来互咱看，讲迄是一个当对话。当马丁路德伊咧定这个95条时阵，讲咱来对话。哦，咱来来辩证，再搭同咱的真理吼，真理是愈辩愈明啦吼。啊，而且伊嘛讲着讲爱读圣经，毋是甲人靠着讲一个人的一个观点。伫这1517年所发生的一个代志。哦，第三位我要来甲大家介绍是讲这个是讲长老教会吼，是全世界这个改革中全世界长老教会的祖师爷啦吼，就是这个叫做加尼文吼。啊，加尼文伊伫日内瓦。
伫水师一个嘛迄个所在来做改革。啊，咱看到伊是一个法国人，但是伊真关心讲吼，对人一个内在的一个建构，人对内心的一个改变。啊，伊做一个基督教一个要义吼，一个来宣明讲改革中的一个信仰一个教义。总是呢，来因为伊吼受着迫害，转走去伫这个避难吼，去到这个斯特拉斯堡，咱来看，受迫害人真正福气。你看这斯特拉斯堡这么水的一个所在吼，所以咱两个人受着迫害的时阵，咱相信讲吼，主为咱预备一个真好吼，会更加好要予咱。来，咱看见讲伊伫这个日内瓦迄个所在，伊来做一个宗教改革吼。啊，咱讲会当发现着讲。这个宗教改革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停了，在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做一个宗教改革，对我们的内在不断不断的是提升改变，我们透过我们自己这个圣经跟人的对话的时候，真正可以做一些改变历史的事情。今天我这个历史都是用这个黑话，因为在黑暗中真正可以看见到这个灯，这个灯呢，说上帝创造是透过着每一个人在三个人咱今仔日咱嘛要做一款改变无效，咱是一款微光，微微的光伫遐，无来发起的时阵，来甲看到讲这个社会会哪来哪去，哪进步。所以接下来我来介绍，就讲台湾教育广播社是感谢主，这是上帝所赏赐予咱台湾人一个礼物，然后一个巴克利牧师吼，伊对苏格兰来，啊，咱看见讲这是巴克利牧师。伊来做专台湾吼，伊第一份报纸，啊，这份报纸，这正做是咱上好一个资产，因为伊伫个面顶嘛是感受讲，啊，我要来用咱会当真简单就会当学习的一个即个白话字啦吼，用透过即个白话字，咱家己的保护会当来看圣经，所以咱看见即个宗教改革伫19世纪伫咱台湾台湾同款有来发生，宗教改革不是停留伫某一个时间点。是每一个时间拢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前进。最后，我要甲大家讲，讲一个是一个万民皆祭司的一个时代。每一个人啊，咱拢爱领受着上帝，予咱这个冠冕。这个冠冕不是讲徛伫这个讲台面顶的人造这款的一个特权。有当时啊，像常常人咧讲，我牧师啊，你帮我祈祷一下，你用祈祷靠到咱。我还讲我无影。咱每一个人拢同款，总是呢，咱来讲吼，这个祈人祈祷吼，大为困难，因为吼上主要听，啊，只是安尼一意尔。咱每一个人，当咱的性命咱的成型的时阵，咱来相信上主拢要听咱的一个祈祷。这是宗教界内面一个观念，甲这是真要紧的一个所在。所以咱今仔只能来讲，咱要成做别人的一个。迄真细细的一个光，而且来发出着细细光明的时阵，要引带带领每一个人来看见着迄个大光，啊，成做咱一个生命中啊不断不断的一个前进的一个规律。今仔日我看到咱的周报，啊，我看也真感动，啊，因为发现讲，因为教会是一个真关心咱社会，每一工所发生的一个代志，啊，我相信咱伫最近，咱嘛想着讲，啊，有一个这个冬至的议题。总是伫遮，啊！我要用尽诚恳的心来，甲大家来讲，讲咱来相信，咱的钱万拢无够尔，咱只有更加转来到圣经顶面，认真来探讨着圣经顶面对咱一个解释，咱才能的确清楚，才讲什么才是上帝所欢喜，咱来行，咱来做这个代志。啊，所以嘛，请咱继续来为着这项代志，咱来祈祷。总是嘞。爱搁较开放一个心，因为咱来相信，只要是上帝伊来愿意的，这样代志会成；上帝若无愿意的，这样代志的确不会袂成。啊，真希望啊，咱继续有这款的心情、这款的心态，咱是要为着这个社会，咱来做中保，亲像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是每一个人啊，一旦领受这款的恩典，伊是人甲上帝之间的一个中保。今仔日咱咧做这个微微细细一个光的时阵，咱嘛是要引带每一个人，咱伫这中间，咱嘛要引带咱做一个桥梁，会当让每一个人来享受着上帝一个恩典。啊，真感谢主今仔日啊，我当来到这所在，参阮主领同，咱请四点唱。
来对咱英国教会啊，请咱门徒啊，请咱继续来关心这个教会广播社所有一个问题事件。在咱祈祷了后，吼，短短讲这个影片，请咱来看，啊，请咱继续为着这个广播社的问题事件，咱做来关心，请咱做来祈祷。主献上我的感谢，感谢你早前的心思，早前的创造一切的美好。主总是阮无完全，所以阮尽力的无够遐。阮来更加用心来体会，更加透过着遮信仰前辈因用因的血、用因的汗，正做目者所记载落来伫圣经顶面遮的见证，要对阮有所帮忙、有所提醒。主，阮活伫一个自我改革，也要来改革社会。这个时间点，恳求你要透过着文字，透过着圣经顶面的教示，更加让阮有困难，也让阮认识清楚阮的角色是光、是盐，也是牛牛，也是良宝，要让侪侪人看见就欢喜，做伙来享受主的恩典。献上我的感谢，让主耶稣叫圣名。台湾教会广播社是真期待阮所做的代志，透过文字是将事工甲音乐会当做一个结合。所以呢，一直咧叫我们讲，事工爱音乐化，啊，音乐爱事工化。伫这个事工部的部分，除了咱真传统，咱一直咧发现台湾教会广播每一礼拜同款一期2万2千人以外，更新的周刊。有完用每一礼拜三个真简单的故事，对于真侪朋友会当吸引伊的心，信用往下扎根。啊，有完这个亲子报、甜蜜亲子报，哦，真毋茫讲拢是透过着是大人牵你囡仔手，一字一字伫遐看报纸，一字一字咧读这信用一个故事。伫这两年，咱嘛开始来做一个少年心灵课来听清楚。啊，透过着这个读经的一个运动，咱出尽啊个真古锥，啊是讲真有创意，啊真时尚性的这个刊物，会当帮助咱个少年人吼，伫伊啊差不多为国中一直到高中这段时间，啊伊会当透过一本的这个刊物，啊会当将圣经啊看看过一遍，啊另外嘛因为咱这个读报纸习惯的改变。少年人其实是讲现代人，真侪时阵，咱拢是用手机啊，啊，咱透过平板电脑，啊，咱伫即款电子的一个方式咧看报纸时阵，所以 TCA 伫遐扮演真重要一个角色。2010年对于台湾基督教教会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一年，啊，因为今年呢是咧纪念着宣教150年。当然，教会广播是真毋茫讲，后面透过着真简单的几个字，来去咧无同款的产品来帮助伊，伊会去想着讲啊，我的信用是对这所在来。对2005年到2015年这12个月的中间，台湾关掉将近1000间的实体书店，啊，所以这对台湾教育广播社来讲，也是一个真大一个挑战。啊，伫这个台湾教育广播社，咱的台南，咱的门市，要做成真大一个改变。啊，我甲讲，这叫做是教会界的一个零百货。你行入来时阵，你是好亲像进到一个博物馆，你伫这内面，你会当去看见到哦，间隔啊，咱报纸一个历史，看见到讲。过去的前辈，伊是安怎啊努力来将这个印刷品来伊做出来？啊，所以伫这2010年，要做一个真大一个文化，将台式
一老二老来甲伊做搁较现代化一个读册一个空间。那么他会这种企业在做，真的是很低调。有人告诉我，这个所在真最真心无法开始，会当进入过去，阿爸有人来伊所在做，去影响这个台湾这个社会，然后影响台湾变形。啊，这拢需要一段时间费用，但是感受着讲，这是上帝对咱一个调命，咱要找一条活路。在我们2012年的时候，为了要纪念这个华罗米诺修的25年，所以我们将这个华罗来做一个世界一个复刻版，就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来把它修起来的时候，想想我们就说再从新的纪念来跟我们说，我们的信仰要传承。台湾教育部社是全台湾第一媒体，以这个媒体所要坚持的，其实就是将事实来讲出来。咱办媒体办不转会讲事实，啊，透过言论自由讲事实的方式，真正就是咱社会传承的。真感谢主，台湾教育部社，逐年拢伫迄款困苦中间吼。咱台湾会当来拍拼，啊，总是这款拍拼，是因为有足侪足侪教会会友各界对教育广播社的一个支持，啊，真希望透过咱会友一个关心，啊，当帮助教育广播社将这个文字时间，将这个媒体的一个保育一个工作，会当来做较好势，所以这个是除了感谢咱各位。咱的教会弟兄姊妹对教会广播社的一个完全支持以外，嘛恳求大家继续保持着咱毋忘当一个福音的宣传，透过着文字，透过着媒体，来甲伊广传的时阵，请伊继续支持咱教会广播社。